你很优秀，足够做我陆启明的哥们儿。我最欣赏你的一点，就是你对我没有任何杂念。杂念个鬼呀！还弄得跟我喜欢你似的。 自打狂，谁喜欢你？哎，学长，你好，刚刚怎么没接电话呀？我刚刚有点事儿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嗯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 没事，我就不能找你吗？不是不是，那个AR厂商新送了我一副眼镜，是他们改进过的，我想拿给你试试。你这会有空吗？现在啊，我现在不在上海，我在外地出差呢。哦，那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明天回去。那等你回来再约。好。怎么听你声音感觉？ 不太开心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有吗？我没事儿，我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就不打扰你休息了，拜拜。哎，好嘞，再见。 谢谢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柠檬姐，你跟我们一起走啊？上车呗，车上坐得下。不用，我买了高铁票了。周末票不好买吧？买到了。完了，陆总找我了。快去，快去。
我就回去了啊。姐，哎呀，行了，我们回上海见喽，请你吃火锅。火锅，拜拜，拜拜。李总，您能不能再看一下我们的项目？啊，对，有不足我们可以改进啊，这我理解。喂喂喂喂，哟，您好，您的那个 Type C 接口的那个线和充电宝能不能借我用一下？我说没电了。啊，可以可以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啊。我们在创业大赛上见过哎。哎呀，你当时坐在我边上。